5月14日是许嵩的生日，好友戚薇在凌晨晒出与许嵩的合影与聊天记录为他庆生，大方发出了8.8元的红包。据说两位是牌友相识，这个庆生红包也是很接地气了。我让他给我想个名字，许嵩帮你想了名字，大壮给他包一个8.8元或9.9元的红包就可以了。太碎了，你还看不了。大松松，我的歌名呢？啊？